我知道，就是你知道吗？刚刚我进来在园区的时候，我第一个感觉是什么？我觉得哇，在台北市边竟然有一个这么棒的地方，就是有很多活动，然后有很多不同的馆可以参观，我觉得非常棒。而且这是行动小巨蛋，是不是？所以要去小巨蛋之前，先到行动小巨蛋。先去小巨蛋，先来这边。我在这边的时候觉得哇塞，我都不知道这里到底是台北还是哪里，觉得整个规划都超级好的，非常的棒，非常的棒。好，打主人了。Yeah.